师傅上人，新年快乐，法体安康，六时吉祥，广度众生，法体安康，光寿无量，六时吉祥，法运亨隆，新年快乐，光寿无量，新年快乐，法轮常转，光寿无量，常转法轮，新年快乐，法体安康，新年快乐，光寿无量，阿弥陀佛。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大家新年好，阿弥陀佛。今天是2019岁次己亥正月初一我们平常说大年初一是我们中国传统这个过年。今天也是己亥年的第一天。那么古人讲一年之计在于春。我们现在呢是春天了。那么也是正月初一。这个正月在此地也跟大家说一说为什么我们讲正月一般我们讲一月二月三月那就讲正月这个正月就正的意思正这个字这个是这个根据雪庐老人伦理讲记里面给我们讲到周朝建子就是周朝他建子就是每一年第一个月是十一月在周朝十一月是正月这个从子丑寅它是见子那么商朝呢它是见丑见丑就是十二月十二月它是一年当中第一个月那夏朝呢见寅是一月就是一年第一个月它是一月那么我们现在用传统我们中国的民历现代人都讲农民历那实在讲应该讲夏历我们现在用的这个是夏朝的历法所以夏朝呢它是建寅建寅就是一月一月是一年当中第一个月所以依照夏历一月是正月所以今天是正月初一这个也在此地跟我们同修大家分享我们身为中国人不能不知道那么自己老祖宗的文化特别这个历法我们也不能不知道
啊，现在很多人都习惯了用外国的历法，那么把自己中国老祖宗的历法啊，这个不用了，那这个是很不对的事情啊，对不起祖先呐 啊，所以过去雪庐老人讲啊，这个现在的历法啊，从民国以来啊，这个历法比以前是退步了啊，现在用的这个新的历法，那没有春夏秋冬啊，甚至民国成立以来啊，60年当中还有2次过年啊，都不知道哪一天是过年了啊，都乱了啊，因此啊我们对于祖宗传统历法啊，大家还是啊要不能放弃啊，也必须要知道啊，因为我们祖宗这个传统的历法呢，它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啊，这个四时啊，那么一年有24个节气，都记载得很清楚啊，因此啊，悟道在此地建立大家呢，要回归啊，使用我们老祖宗的历法啊，那这个西洋历啊做一个配合啊，因为西洋历它是针对国际性的啊，我们中国人啊不能不用啊自己祖宗的历法啊，因为这个历法非常完整，这个是外国没有的啊，所以今天正月初一啊，这个一年之计在于春啊，这是己亥年啊，这个的第一天。那么第一天呢 啊当然就非常重要了。这个很多寺院啊，那么这一天都有啊一些法事活动。那么在社会上啊，各行各业，那大家都会互相啊去拜年。啊，那拜年啊是一个祝福。啊，祝福这一年啊大家在各方面，在事业上啊，在学业上，在道业上啊，各方面啊都有提升进步啊，这个祝福的原理啊那么传统的啊也非常多，那各行各业啊也有他祝贺的这种贺词不同。那么在我们佛门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法啊，我们佛法呢也是随顺世俗的风俗习惯啊，只是啊在这个风俗习惯当中，我们加入佛法的意义那更为圆满，所以我们这个正月的祝福啊，在我们佛门那必定啊会再加上这个道业精进啊或者我们修净土中讲的净业精进，这个也是我们佛门祝福的语言。在道业学业各方面啊，我们要提升进步，那必须要学习啊，所以这个伦理开头第一章啊就讲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啊，我们人总是佛到老学到老
啊，方方面面啊，都要学习，在学习当中吸取经验啊，那么改进啊，我们必定啊会有进步啊。因此，我们在这个啊过年啊大年初一啊啊也是要啊提起啊啊我们学习的精神啊，在我们佛门讲啊，听经闻法啊，念佛修行啊，这个各方面啊啊我们都要除旧迎新啊。去年一年过去了啊，那么旧的过去了，那新的来临了啊，一言复始，新的来临了。那么新就是要更新啊，那么更新就是要提升，要进步，要改正啊。我们去年一年啊啊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啊，很多不圆满的地方，那我们希望今年呢 能够给它改正过来啊，去年的不足啊，今年给它补充过来啊。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啊，就会得到福慧增长，法喜充满。好，那么今天大年初一啊，悟道啊在此地啊，也是按照我们一般啊祝贺词来祝福大家啊，祝大家新春吉祥，事事如意，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